啊，现在你看到这个手掌这边，在余悸接近于那种灰，原来是非常深的咖啡色。那这个病人就是腹膜炎，右边的盲肠破裂，10年以后，那在走盲肠的地方呢，一直没有好，那留下这个记号。那经过我们治疗以后，这个颜色一直在退，所以以后我们学生可以看到这种手掌出这个颜色的时候，就知道它是腹膜炎。OK，那治疗好不好呢？就它颜色慢慢退掉，退掉的话就是代表开始好转。那现在这病人大概已经退掉一半以上了。